海有神，名曰海若，千年前有渔翁现世，引天灾连年，海若大战鱼妖，化身群山，正捞平难，未尝神恩。此后每遇百年，屈则选一人类女子嫁于海入，称海之新娘。凡所选之新娘，皆消失在海之彼端。杨四，鱼太大了，快收了吧，再不收就没得去了。好，收了这网就回。海若大神在上，小女子阿离有一愿相求，希望公子温玉能够金榜题名，一举高中，早日归家。引我过门。求海若大神一定要帮帮我。小豆子，阿丽姐，你怎么不打伞呀？阿丽姐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啊，你是说温玉他？对对对，温玉哥，他中了，还被青田了那个金玉县令。这会儿他是已经快到村口了，太好了！中了！小豆子，好看吗？好看，阿丽姐模样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村长，何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他就是阿离。是。你可是甲申年癸未月辛巳日子时所生？你怎么知道？村长，就是他。来了来了，阿离，阿玉哥，把人抓住！把人抓住！快跑！快！什么海神娶妻，真是荒谬！阿离，莫怕，有我在，定不让他们伤你分毫。可现在该怎么办呀？
如果我不出去的话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此事我自有办法。可害臣娶妻，自古有之。你即便是祁煜县令，也不能与祁煜百姓为敌啊！大人，启禀大人，门外就要顶不住了，把人交出来！阿宇哥，要不然我们一起走吧。走。一起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好是好，只是……大人，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那好，我去前面和他们谈，你趁机从后门先走。今晚子时，海神庙里，三声为好，等我。好，这个是我从省城集市买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阿玉哥送的，我都喜欢。来人！大人，送他从后门先走，快！是，这边走。阿玉哥，快走吧。大家相亲邻里多年，何时不能商量？为何要为难一个孤女呢？并非我们有意为难她，只因海神娶亲，阿离是选定的新娘啊。没错，不把她交出去，我们整个祁煜都得跟着踪影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！大家静一静。你说阿离是海神的新娘，何以见得？莫不是？看他孤苦无依，才有意算计吗？非也非也，海上群山县，女儿待嫁时，甲申年癸未月辛巳日子时所生，她就是海神新娘。大人今日返乡，恐有所不知，叩问身边之人，祁煜这雨是从何时开始下的？启禀大人，三月雨。可曾停歇？阴雨连绵，未曾停歇。这是？三月前有渔民六人出海，其中五人失踪，唯他一人生还。老吴，你告诉大家，那日在海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大雨，大雨并非雨，而是鱼形的山岛。如今海上群山突现，时间恰逢百年，是海神来娶亲了。不会来了，也是他告诉我们你在此。抓住他！不要！放开我！
我们已等候姑娘多时，总算给盼来了。姑娘不必害怕。你们是？我是海芙蓉，是姑娘的贴身婢女。他们亦是婢女，姑娘可随意差遣。婢女？那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姑娘是海神新娘，那此处自然是海若神殿了，也就是姑娘未来的栖身之所。海若神殿，这是为姑娘专门准备的庭院，每日晨曦的第一缕光都会从这儿射入。此为茶歇，此为书斋，都可供姑娘解闷使用。这是寝殿，姑娘看看可还合心意？我，姑娘不满意吗？不，我是说，我不是什么海神新娘，我就是其余一个小小的打鱼女。从小我就是看着海神的神像磕头长大的，所以我真的不是什么海神新娘。姑娘若没什么事，奴婢就先下去了。今夜大婚，紫云灵仙，帮姑娘梳妆起来吧。是。姑娘，我们去化妆吧。哎，姑娘，等一下，你让开！姑娘，姑娘，开门呐！姑娘，喂，开门呐！姑娘，启禀陛下，新娘也安排妥当。守在门口，但树林应该就是唯一能通向外界的了。可
可我怎么就绕不出去呢？天书星，今天书星应该就能辨别方向了。那这边应该是北，这边是南。尖叫，还敢发问的人，你听得懂我说话？你是谁啊？你是我的新娘，却问我是何人？新娘？我叫燕，是你的夫君。夫君？伤口是你帮我包扎的，这衣服也是你。怎么？没什么。难道不说声谢谢吗？谢谢你。就这样。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确实很感激你救了我的命，但是我是你新娘这件事情是一个误会。我是奇遇村的村民，被献祭过来的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来这儿。来这儿并非我本意，我不是想要跟你成婚。我要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今天是你我洞房花烛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不要不要，我们还不熟悉。好，这样会熟悉的快些。我说过别靠近我。神海若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在你的神像前磕头长大的。我阿妈阿爸死得早，我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我把我所有的心愿都说给你听。我最无助的时候，他还想过偷偷依靠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海神。我说了，你别动！
火族定是趁今日迎亲之时海盗大开雾气散尽跟进来的，是我疏忽了。退下吧。木已尽，陛下，陛下，是木已尽。出去。喊出声来，这种刮骨之痛喊出来没有什么丢人的。这伤口有毒，很难愈合的，所以你切记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这岛上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，但切记，那林子万不可再去了。我倦了。怎么看不到那个女孩了？怕是陛下在她身上下了结界。可恶！王妃息怒，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。您不觉得这女子同之前送来的不大一样吗？
你的意思是？如若一条路不通，不如另走一条。姑娘早。姑娘早。这海神岛啊，四季如春，平时很少有外族和人类踏足。那最高的建筑便是海神殿了，神殿共有981处房间。姑娘你接下来此处，那此处便是姑娘的家了。神殿各处姑娘可随意走动，除了最西边顶层尽头的那间，姑娘千万莫要进去。最西边顶层尽头的房间，为什么呀？这是陛下定下的规矩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姑娘只需记得便好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百年身。谁啊？县令大人此刻痛苦至此，是为自己还是为心上之人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不明白，那我便说得再清楚些。请问在饱读诗书的温大县令看来，您是真的相信海神娶亲之说，还是因为放不下功名，受不了压力，所以明知海神娶亲实属荒诞，仍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亲手送上那有去无回的驾船？哎，若是后者，那大人的痛苦便不是为了心上人的安危，而是无法面对自己的懦弱背叛。你住口！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我亲眼看着他驾船驶离的那一刻起，我多么后悔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，我愿意放弃所有，包括我的性命。你当真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换他回来？我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有办法？或许吧。什么是或许？想知道，那便先找艘船，再随我出海。你的意思是，阿离他没有死，啊？活不活的，我不敢保证。但我能确定的是，这海神娶亲里面有古怪。那个叫燕的怪物这几日都没有出现，我得赶紧寻找逃跑的机会。金色的鱼
伤了。只剩了这么个鱼缸，你就先将就一下吧。既然是我救了你，我就是你的主人了，所以在你伤好之前就留在这儿陪我几日。我叫阿离，你叫什么呢？你个头小小的，就叫你大鱼。既然你从海里来的，就叫你海大鱼。希望你跟你的名字一样，可以长成很大的鱼，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鱼。海大鱼，海大鱼。反正我也找不到出去的路，这些日子只能你陪我。你知道吗？我与阿玉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为他日日夜夜在神像前祈祷，落起来的签子有这么一大堆。你的眼睛会变色啊！这海岛太大了，还好有你陪着我。阿玉给我带来的是他的背叛，没想到最后能够治愈我的却是一条鱼的背叛。住的可还习惯？你不在的时候还好，可还想回凡间？你不让我走，我也走不出去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你跟我讲条件？海神娶亲既是传说，也是交易。既然是交易，为什么不能谈条件？那你说说看。之前奇遇阴雨连绵，水位大涨。田里的庄稼根本就活不了，渔民们出海也经常出意外，所以我要你让其余雨水停歇，出门风调雨顺。他们选你做祭品，你却替他们求情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过于善良便是迂腐。我已经被献祭于此，总不能白白牺牲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吗？我想我们保持距离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现在还不能接受做你的新娘，所以可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。你不在我心里。谁在你心里？那个叫温玉的男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就那么喜欢他？与你无关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答应我，做这里的女主人。从今日起，这神殿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这里每一处地方你都可以去。那也包括最西边顶层尽头的房间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没什么。我答应你。
大鱼，我回来啦。鱼不见了。确定这是去海神岛的方向，不然呢？这个世界当真有海神岛？送心上人入大海时也没见你有这许多疑问。放心吧，是这方向。可是从图上来看前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所谓海神岛，常人自然是寻之不见，我师父终其一生才勉强手绘出这张图。就在前方一片浓雾之后，只是这浓雾背后到底叫海神岛还是海妖岛就不好说喽。海妖？我也不认识，只是在梦里出现过，可是梦境反复出现，而且越来越清楚。这贵重的模样与我梦中不差分毫。芙蓉姐你看，不对啊，之前明明有，怎么不见了？
姑娘，我们四处寻你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们找我干什么呀？好事，请随我们来吧。走走。我们二人来此当差时日不长，所以那间屋里究竟有些什么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且陛下有明令在先，若无他的允许，岛上任何人不得踏入。姑娘头发真好，再抹上这些桂花油啊，越发顺滑了，怪不得陛下喜欢。喜欢？是啊，姑娘是第一个和陛下同桌吃饭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陛下笑的人，更是第一个陛下托付钥匙之人。那之前那些女孩呢？她们看见陛下就害怕，不是惊声惊叫，就是惊慌遁走。比起陛下，他们更喜欢跟那些金银珠玉待在一起。所以我才说啊，陛下很喜欢姑娘呢。姑娘便长留此处陪伴陛下吧。说什么呢？姑娘，岛上近日事务繁忙，若无他事，我们且忙去了。可我真的觉得哈利姑娘同之前来的那些都不一样。那又怎样？结果你不是不知道，可是叫阿雨，是海神新娘。你从其余来，你的意中人叫阿玉。你曾日日去海神殿祈祷，所求的签落起来又这么好。
能化作人形。你出生时便在这里吗？是啊，有600多年了。那你一定有很多兄弟姐妹吧？你是独子啊？那你娘一定很疼你。我从未见过我娘，我娘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。你吹的那首曲子，我娘在怀胎时经常哼唱，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记忆。我吹的那首曲子是齐鱼的民歌。你去过齐鱼吗？我从未离开过此地。齐鱼四季有物，有漫山遍野的花，有风，有雨，有雷，而且还有很多的美丽传说呢。在人间，若是有了心爱的女子又不便表达爱意的时候，就可以折花送之。大鱼，拿着拿着，就像这样就可以表达爱意了。对了，大鱼，你见过雨吗？就是那种清清凉凉会滴在脸上的。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在阿婆的怀里看雨，不过来到这岛上就再也没有下过雨了。唉，还真是觉得有些孤独呢。你能操控风雨啊？我们想流泪的时候天空就会下雨。那你现在很伤心吗？不，我现在很幸福。幸福也可以让人流泪啊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谢谢你陪伴我，让我度过了初来这岛上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光。离开此处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了。那些攻击你的海蛇，平日里素来是不攻击人的。你的意思是那是意外？是有人要害你。害我？这座海岛并非是你看到的那样，那座神殿的主人也并非是什么传说中的海神。一切秘密就藏在最西面顶层尽头的房间里。你说的秘密是关于什么呀？关于
海大鱼。那日我在海中疗伤，才化作小鱼模样。我已活了600多年，身形可随意念控制大小。你都看见了，他们是人类献祭过来的新娘吗？这就是他们的命运。可是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呀。此处没有海神，那座神殿的主人，你们口中的海神海若，实质上是个庞大丑陋半人半兽的海妖。这座岛被法力封印，四周迷雾密布，岛上的人出不去，过往的船只进不来。那他们也不用杀了那些新娘啊，他们今天还想要杀掉我。离开这里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出去啊。我送你出去。你？那座密林便是这座海岛唯一的出口，我有法子让林中巨蛇休眠片刻。你趁机逃出密林，来时的驾船就停在岸边。今日东风偏南，你乘风一出海，很快就能穿过迷雾。只要遇到过往的船只，你便得救了。那你呢？我们一起走吧，好吗？我不能离开此处。可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很孤独的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可是去吧，阿玉还在等你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初来这岛上你陪我的日子。都在这迷雾中飘了七八天了，到底还要多久啊？亮了，亮了！那是闪电，你可别小瞧这道，这是我师父留下的。但凡妖怪靠近，哪怕在最黑的夜晚，也会发出最亮的光。我们必定离海妖岛不远了。那红色的，是驾船。沙黎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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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姨，阿黎，阿姨，阿黎，阿黎，是你吗？阿黎，
阿离，阿玉哥，真的是你，阿玉哥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找你啊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不起阿离，都是我的错。这天怎么说下就下了？阿离，快进去躲雨吧。走。怎么了阿离？走啊。你能操控风雨啊？我们想流泪的时候，天空就会下雨。阿玉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走。谢谢你来找我报仇。阿离，阿离，快回来！阿离，快回来！阿离，阿离，回来！阿离，快回来！阿离。阿离，回来啊！阿离，愣着干嘛？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赶紧跟上去啊！麻烦各位，快追！阿离，别走了！阿离，相遇，像我，越来越
知情不报，再打你自作主张。够了，他们男人不懂，但是我懂，因为你此刻感受的，我都曾经经历过。正因为我经历过，所以我才更要劝告你一句，要以大局为重，这既是为了族群，更是为了你自己，明白吗？阿儿明白。去吧，让燕完成他的使命，更别忘了你自己的使命。是。果然一切都如你所料。所谓人心人情，不能勉强，不如利用，正所谓借力借势。如今我们只需等待便好。消息都散出去了吗？请王妃放心，长老们听了都很气愤。很好。我去过那间房间了。你不是海神，你是海妖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那些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，之所以被献祭于此，都是因为家境贫寒，无所依靠，被关在这岛上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害他们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真的认为是我杀了他们？不是我的意思，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昨夜在悬崖之上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随我来。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喂，放我出去！哎，来人呐！你把我锁在这干什么呀？喂，开门呐！好不容易摆脱了迷雾，现在又深陷这林子，这已经多少日了，再钻不出去的话，大家的余粮可撑不了多久了。是巨型蛇，又称小龙，恐怕此地已经群蛇遍布了。蛇？师父，这次怕是真的寻到他们了。只是这灯为什么一直不亮呢？
欺瞒陛下，阿离姑娘确实有孕在身了。恭喜陛下！恭喜陛下！干什么？放我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这，陛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做不了主。可是我留在这根本就是死路一条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帮帮你。让我想想。谢谢你，芙蓉姐。听侍女们说，陛下近日颇好心神，我特意熬了些安神的汤药，希望能助陛下安眠。放着吧。还有事吗？是阿离姑娘，陛下不觉得这样待她太过苛刻了吗？她违背了游戏规则，理应受到惩罚。可她如今怀有身孕呢。她的饮食起居我会照顾，你无需担心。若陛下能免去她禁足的惩罚，或许能使她心绪上宽慰许多。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顶层尽头的那个房间不许任何人进去。我必须让所有人知道规则这两个字的含义。阎王陛下能记得规则二字，不要忘了自己的使命和身份。我得想个办法出去。
喝了它。这是什么？喝了它，对你和孩子都好。我不喝。喝了它。我不喝。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这是我的旧伤，你就这么恨我？陛下，阿林，不用管我，去把他追回来。是。听我的，芙蓉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片林子有很多有。这样对我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听不懂啊？王妃这么快就来了，
给王妃请安。王妃，终于见面了，小姑娘。你是？我是燕的母亲，也就是昆族的王妃。王妃。开始吧。是。啊，芙蓉姐，芙蓉姐，芙蓉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让你为我们昆族诞下皇子。这是燕的正妻，这些时日她委屈伺候你，辛苦了。能助昆族诞下后人，做什么都值得。他说的是什么？不懂。看来你还真的是什么也不懂。也好，就让我慢慢说给你听。往生咒。昆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。可惜，雌昆天生无法孕育后代，能够代替他们繁衍的，就只有人族的女子。于是，昆的祖先便编造了一套故事，利用人的贪婪，用神话引你们向我族献祭新娘。人类的女子只要受孕之后，只需七七四十九日，便可诞下灵儿。不过以你们人类渺小的身躯，如何能够承载我们鲲的孩子？所以每当鲲子降生之时，母体便会被撕裂直至消失。也就是说，鲲子的诞辰便是人母的死期。这孩子不是燕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孩子不是燕的。你刚才说这孩子不是燕的。
你要杀就杀我，你要杀我的孩子就杀我。阿离，是我。你都没发现吗？要么是原身本体，要么可化作人形。他该是从小被人封印了元神，所以才长成今日这般似人似兽非人非兽的半兽之人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不知道自己化为人形的时间，也无法控制自己化为人形时间的长短，怕你知道了你会失望。他原是一心要送你离开的，你来岛上的第一日，他便在你身上设下结界，让我不能隔空窥取你的踪迹。后来他又主动将神殿的钥匙交给你，是为了让你自己去发现那房间里的隐秘，让你害怕，逼你离开。至于禁足，那更是为了保护你，以免别人接近你伤害你。几百年来送到这里的新娘不胜枚举，却唯独对你一人动了心，难得呀。可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孩子？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孩子？我怎么可能杀我们的孩子？你看，如果不刺破结界，孩子会有危险。殿下，你的使命便完成了。我们的孩子就叫小小姐。哎呦，我不好。阿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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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接近。真情，身为半兽之人，当他用情时，似人的那面便会取代兽的那面，现出人形。阿离，
竟然把你的金魄都给了他。所以是你一早便想好的。我活了600多年，却像未曾活过一样。因为有你，我又有了活着的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荒谬！之前的传闻果然不假。别做傻事。你我之间到底谁在做傻事？风姐，你手臂。一错。那夜是我扮作燕的样子袭击你，不止那夜。还有温泉的时候，你头上的桂花油也是我让紫云他们带给你的，因为那是海蛇最喜欢的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才是他的妻子。你有试过为心爱的人一遍遍娶亲的感受吗？你有试过日复一日从天黑等到天明的感受吗？600年了，我等了他600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凭什么你凭空出现就能得到他全部的爱？今日你必须死。你该知道，就算我只欲一窍惊魂，你亦非是我的对手。大爷，身为堂堂昆族皇子，竟然为了一个人族女子重伤自己的同族发妻，还将你的金魄也给了他。以前对你多有忌惮，只因你是独一无二的皇子，如今新皇子已经降生，你不再是无可替代的，将他拿下。没听见吗？陛下已背叛昆族，动手啊！Thank you.
和人类残杀未来王妃，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。动手！王妃下令铲除叛逆。最后看你，这个孩子将会重复你的命运。动手！差点忘了，你们人类身上不配有我们鲲族的精魄。
骗了我们。这是大婚那日赤火族刺客留下的，是你安排的。可笑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可我毕竟不是你亲生的。从小你就封印了我的元神，就是怕有朝一日我体内的元神会彻底苏醒，而真正掌握昆族。这些年来你表面上顺着六大长老，望我能早日诞下皇子，实际上你却一直对来到岛上的人类新娘暗下杀手，因为你惧怕皇子一旦降生，昆族的格局会彻底改变。一派胡言，若非我让海芙蓉为他诊脉送药，若非我让人带他去那异运的温泉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诞下皇子？我对昆族的真心天地可见。那是因为我对阿离保护周全，你难有间隙下手，加之你发现我对阿离动了真情，元神一有苏醒之时，你便转而助我诞下皇子，然后再以爱上人类新娘的叛族罪名除掉我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墨雨剑虽属赤火一族，可剑头上水芹草的毒四海之内唯有母妃的偏殿才有，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难怪数百年来新皇子一事你从不与我等商议，吾等愚昧，请陛下责罚。吾等愚昧，请陛下责罚。无此罪证。住口！我的生母因我而死，这是一个姊妹永远无法摆脱的罪名，我绝不会再让我的孩子去承受这些。你虽非我的生母，可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日后再生事端我定不宽恕。还有我们的孩子，
承蒙陛下不弃，我等愿永世追随陛下。把他带下去，好生看管。是。这些都是之前送来的人类新娘，我从未碰过他们，亦想送他们离开。可是母妃早就想对他们暗中下手，为保其性命，我便将他们置身于这冰棺之中，想着等到以后时机成熟，便送他们离开。这是我一直在找的人，你有办法救他们出来吗？借你腰间神器一用。是捉妖灯吗？它乃上古神器，它不能捉妖，却能解除妖师下的法术。若想要启动它，需以捉妖师的血力。母妃当初封印了我的元神，这600多年来，我虽可化作鱼形，却不能现出真身。之前就是它彻底解除了母妃对我施下的封印。他既然能够破除母妃对我施下的法术，我相信他也能够破除我施下的法术。对对对，这是我太师父留给我师父，我师父又留给我，说他日若真要找到你，一定要交给你。太师父他不曾背弃你，真的找了你一辈子。保重！保重啊！保重啊！自幼苦读圣贤之书，处处一生一要求自己，看我此生从未做过任何错事，但唯一一件就是那日之女家传之杀。家传失礼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后悔了，为此夜体会到我曾体会过的痛苦，好想再回到小时候，可以再度去找一次情敌，再看一次月亮。你说过，人类喜欢用花来寄托情意。花不仅能寄托情意，也能寄托爱死。小小金呢？他睡下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，便带你去哪儿。是不是怀念人间了？往后，你何时想去人间？想去人间哪里？我随时带你去。